转过来，漂亮漂亮。这个进攻选择，你就是把机会留给中卫。哇，中卫漂亮，全场沸腾。八方是研究过的，对，两个人其实都是基板斧。哎，漂亮，沸腾，漂亮。哎，创造了本场第一个机球。而平常的这个训练，他有没有一直在坚持？哎，这球看一下，周瑞，漂亮。是的，感谢我们的这个孙工业的。点向这一下非常快，好，然后就是展现自己的这个身体天赋，还来三分，七比四，绝杀周瑞。一个唐日辉离职，所以这次面对宋游轩，他要好像可能是他的胳膊完全照脸上不好投。哎呦，直接大爆一赢，基本上就是挖方的淘汰。转到篮下，陈泽文漂亮，二比零。转过来，漂亮。看一下这边啊，唐日辉走左边，漂亮，漂亮，大的球员啊，对，没有太好的机会，直接三分，大气，刘洋琴，篮下。这球漂亮，我录的这个突破啊，没有加起来速度。反复的进攻，漂亮，漂亮啊！有时候我瑞回来了，周瑞，这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这没事，周瑞是大场面球员啊。哇，周瑞大进，漂亮，好强，八比六，绝杀成功。对，柳阳杰的一个比赛，柳阳杰打双战啊，看一下。上反篮，漂亮，刘洋杰，这一球真难啊，那种感觉怎么一来感觉是有点总决赛的感觉。漂亮，徐少，那次冠军是二比九落后，落后七分的情况下决赛，超级大。刚打陆光的时候，当时是只有16岁，很年轻，漂亮，好球，通过自己的运球拉开空间，转下上下步，漂亮，大进，大学毕业的。哎，漂亮，球直接过掉王维奇啊，这两个人谁拿球对面都很难防住。柯宇晨漂亮，到南方打这个陆永的比赛，对，看一下周建博，哎，漂亮，跟我刚才说的这个王维奇一样，现在打小组赛特别特别稳啊。是华芳走左边，这个速度很快，漂亮，华芳难得走左边的对决，重心压得非常低，这球漂亮啊，强打，特别好，小外婆漂亮，哇，地捏把汗，到篮下漂亮，八比六。现在2020年，真的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参加这场比赛，靠！你看王晶防得非常靠外，踩着三分线防，林泽宇继续投，还投，还投。Put that upper belt, put that upper belt.